这边保鲜膜是这样哦，多出板子，这样你才能压得住。好，比板子多一点点。好，手这样捏着，第一圈烧伤啊，结果烧伤啊，那很正常，因为就算你换手的时候也会松掉。然后第二圈呢，这是要出油啊，往下来一点点。拍起小花，对角哈，一样等高，然后封底，就这样子有没有？封底只有一层而已。然后呢，拉过来对角这边，对不对？封头，然后最后呢，牙头，然后呢，你们会觉得说这样子这边怎么浇水？很简单，割，然后拿掉。往内折，等下至于底下这个不管，反正就是它会往这边掉。好 ，OK。